今年的豪华年菜开箱有抽奖哟，而且是三件一组哦，抽到一个你就是拿三道年菜回去哦，赶快分享这支影片，然后在下面留言哦。嗯，那咱们就来开吃喽。嗨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干杯，我是小蔡，今天要来开箱大家敲碗已久2023年的超级豪华年菜八件组。而且我们最近这个月啊，一直收到很多那个观众朋友的那个私讯留言，一直在问说，哎呀，今年的年菜什么时候要开箱啊，因为他们去年都有买，然后家里吃的很满意，然后长辈也很鹅乐，然后吃完的时候还说，哎呀，明年也要买干杯小菜推荐的年菜啊。哦，听到这个观众朋友这样讲，我们真的好开心，真的。所以我们今年不管物价如何涨翻天，我们还是要拜托邓师傅给我们观众最超值最好的年菜组合。好哦，那这样我们就来看我们今年的八件组，这个南台湾最强邓师傅的年菜组合里面有什么菜呢？好，我们直接就来开箱。好，来把它们通通打开。哇，这个我们待会留在最后再开，最大箱的来压轴一下。对，那这样我们就先来开第一盒，这一个料理是雪菜烧金鲳。是鱼的料理。整只金鲳好大只哦。对，这整条鱼哦。好，第二道叉烧霸王骨。看它这个照片看起来就很美味，有没有？哦，而且还是旧好猪，有没有？而且它这个名字也很霸气哦。霸王骨，跟这个邓师傅一样，有没有？这是整只的腿骨哎，是哦，这种料理我还没有吃过，这个真的没有看过，对对。第三道道口烧鸡，哇，是全鸡耶，看起来很赞，那个颜色真漂亮。好，接下来是，它这很特别耶，花椒虎掌，烩乌参，哇，这料都看得到耶，看起来很有料耶。对，接下来是富贵双方，这一道菜是小菜每一年年菜一定要吃的，蜜汁火腿在这里，然后饼在这儿，这个很好吃哦，各位，这是小菜每年必吃的。好，九字城乡昂咕贵，这样感觉这个跟一般昂咕贵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而且我觉得它这盒子好好看哦，对，好喜庆哦，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，看起来很棒哦，各位，你会发现我们现在开到现在全部都是新菜色，都是邓师傅为我们大家研发新的哦，2023年全部都是新菜色，对，所以老朋友你可以直接再订一组，享受一下今年的独家新菜色，没错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开这一个甜品，冰糖雪梨炖银耳，哇，这个是藏在里面的，大家看不到，待会我会吃给大家看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所期待的压轴的来了，这是龙虾鲍鱼生蚝锅，好，来打开它，哇，来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哦，有履历的旧好猪哦，哇，然后这里还有这个无毒的和光虾，哎呦，厉害的啦，六颗大鲍鱼，鲍鱼啦，哇，生蚝一盒，生蚝两盒，龙虾一盒，龙虾两盒，龙虾三盒，够意了，龙虾三盒啦，切超哦，做切超诶，还没住的，快点，这几盒就觉得很丰盛了啊，对啊，然后当然就是有我们这一个生蚝锅的汤底咯，各位，今年这个生蚝锅的汤底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好大颗的扇贝，对，凡立贝大颗的哦，对，这是我们番茄浓汤的汤底，这个汤底很有特色哦，对，而且它还附了两包高汤，附两包高汤，怕大家汤不够，各位你看哦，年菜整桌满满啦，看了就觉得很开心哦。那我们马上来蒸年菜，加热年菜的时候，你看它这个每一道料理，它后面啊，就是这个纸盒包装上，它都会有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复热它，然后时间大概多久，大家可以参考这个时间。好，那我们要蒸这个年菜啊，你可以在前一天的时候先把它冷藏退冰，然后在蒸的时候呢，这个是耐热袋，所以你不要把它剪开，直接连着这个袋子下去蒸，这样才不会有那个水蒸气滴到这个菜上面，会影响风味，直接放进去就好。好，那放下来，我看这鱼好像放不下，它有点大只，这鱼好大只哦。好，那就把它盖起来，
我看到其实还有冻豆腐、玉米跟菇，对不对？对哦，其实它这个汤底好有料哦。对啊，好，那我们倒一包番茄高汤。好，那这个叉烧霸王骨它也可以用蒸的，那也可以用烤的，小菜要把它用烤的。哇，哇，滑下来了，有完美吗？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各位，我看这那鱼那么大条，看起来很赞哦。花椒虎掌会乌参。哇哦，好有料哦！哦，我这盘子是不是会装不完啊？哦，会装不完哦。哦，流出来了，流出来了。哦，那个葱。哦，就是那一团葱，难怪这么这么香。哦，香爆爆香。那个熊掌，那个花椒，啊，个乌参，够料的啦。好，接下来是道口烧鸡。嗯，让它滑出来一下。哦，闻到那个味道了。哦，好香哦。各位，哦，这有个香的啦，这只道口烧鸡，那个青跟青干呢？哇，霸王骨，哦，看起来很棒哎。我这一道是很特别的年菜啊。对。哦，接下来的是这个蜜汁双方的，烤过更好吃。哇。哦，你要看这色泽够水的啦！各位，你看这个就是蜜汁双方三件一组，看这个烤方，然后再加上这个蜜汁火腿，再加上然后用它夹起来四方饼。哇！各位，接下来是这个九字沉香安菇桂，好漂亮的安菇哦，看起来就很喜庆。对啊，超可爱的，一只一只。再来，小菜端过来是冰糖雪梨炖银耳。对，哎，各位，这个好吃啊。嗯，这是年菜甜点最棒的哦。对，最后煮锅上来了。对，我们的龙虾鲍鱼生蚝锅。然后各位，哇，生蚝菜盘。对，哇，我靠，这料哦。还有，哇，这一盘龙虾，龙虾，虾盘，龙虾来了。哦，靠，这啦。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旧好猪。哇，旧好猪已经摆不下了。哦，所以各位你看看，哦，这个煮锅，这你唔食要食啥？说真的，各位，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什么锅比它更好的。贵你的现在吃这了。对啊，爱吃这澎湃的。各位，那我们就来开吃了。我先来吃什么？先吃鱼，年年有余。对，鱼肉很嫩哦。哦，鱼肉很嫩。嗯。哦，各位，你看这鱼这么厚。哦，鱼肉好厚。哦，超厚的。嗯。嗯，这鱼肉好好吃哦。哦，它的这个鱼的酱汁也蛮特别的哦。对，鱼的酱汁很特别，吃起来有蛮鲜的哦。嗯，鱼肉好好吃哦。而且我们这样子整个这样子，连同这个加热袋这样直接蒸，很方便啊。对，非常的方便。对啊，你直接就把鱼划出来就好了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真的好吃。接下来咱们吃哪一道？哦，吃这个啦，虎掌花椒烩乌参。哦，我最喜欢乌参的。金欧的波，它乌参好多、哦，乌参很多的，对啊，嗯、很软绵哦。来吃一块、哦，你那是黑玉乌参，对，各位好有弹性，而且哈、哦，它的酱汁很醇厚，吃起来很滑溜，嗯，而且它那个葱的香气很棒哎。刚刚要蒸之前，我们打开的时候，它整个那个香味冲出来，超级香的哦，超香的。然后现在小菜吃的这个是虎掌，虎掌它其实就是那个猪的蹄筋吗？蹄筋吗？然后它这个就是量比较少，它是一只猪的话只有两块而已。欸、一只猪只能取两块。哦，筋有筋，有筋的话就感觉有那个胶原蛋白有没有？哦，看起来很赞。哎、欸，很好吃哎、欸。哎、欸欸，各位，接下来这个是花椒，我来试试花椒。哦，好赞！嗯，各位，你真的你要吃了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超级香的啦，等酱汁的那个浓郁，再加上这个花椒的这个柔软的口感，柔软加有一点点弹牙的那个口感，嗯，哇、哦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刚刚吃的那个香菇也很有味道，它就是里面所有的食材都已经有入味了，它那个浓郁的程度可以让你口齿留香，吃过之后那个嘴巴里面那个余韵还在。干杯，好会形容哦。哎、欸，真的，真的。嗯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切一下霸王骨。对，哇，这肉好厚，哦、好大块哦。对啊，好大块哦。那它就是长这样。哇，哦，看起来好赞哦。
哦，它的酱汁好香哦。嗯，带一点点的微甜，又跟那个酱汁搭在一起，有那个香气。对对对对，也、欸、不错哎。嗯，我觉得它这个算是很有特色的菜。对，非常有特色的菜。对。嗯、不过各位，你可能要自己动手切一下喽。啊，你也是家己人这样，吃这些年菜的时阵吼，你得再提起来加。好奢侈啊、哦嗯！奢侈，很棒这个味道。嗯，它腌制的那个酱汁是很好吃的、嗯，很好吃。嗯，泡在里面。很搭吧，嗯，那个肉啊，全部都剔起来之后，那一根骨头是最香的。那其实最后面就是我的了。嗯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小蔡来帮我们示范一下富贵双方，它又叫蜜汁双方都可以。那我们先把这个烤方夹进来，然后再我们这个蜜汁火腿，你看它这个肥瘦这样子有没有？哦，看起来就很漂亮哎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这样放进来。然后这时候呢，再夹好，大概看我教你安怎夹。哦，这有吃到声音哦。有。嗯，那它的这个蜜汁火腿啊，是不会太咸的。然后烤方呢，它就是会咬下去会有那种口感，脆脆酥酥的这样，很香，对不对？嗯，好香。那各位，我们有去参观过那个邓师傅的造价豪级的中央厨房，嗯，哦，那真的是国际标准，嗯，里面整个是那种智慧化哈、啊嗯，而且就是连那个温度、湿度，还有那个什么杀菌，对，哦，那个都是固定的，那都是电脑在控制的、哦，对对对对对。那、嗯啊、所以各位，那个邓师傅从那个挑选食材啊，嗯，到制造过程，他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的用心，嗯，那个厨房哈、啊，不是每一家都敢给人家看的。真的，真的，人家真的是用他几十年的信誉跟招牌在做这个年菜，所以每一个地方就是都很用心，然后很多细节都很注意这样。对，所以各位，因为就是邓师傅哈、哦、这么用心，所以我们才愿意推荐他们的年菜跟他合作。这些物件哈，我家己敢吃，我才敢推荐大家吃。嗯，接下来咱们吃哪一道？烧鸡吗？烧鸡。好。不要放过它，到我的口了，你跑不了了。好，那我们请小蔡来示范一下吃鸡，吃烧鸡嘛。我觉得就是这个可以用戴手扒鸡的手套把它扒一下。哇，里面那个汁，哇，你们看那个汤汁，香喷喷的哟。哦，这碟对我来讲，敢会收大碟？没有、哦。哎、欸，那么多道吃下来也会饱嘞。很饱哎、欸，各位，这个哈，我都还没吃到龙虾呢。对，还没有吃到龙虾哎。我想再沾一点汁。哦。因为那汁已经很香，哦哦，它是香料味道很棒啊。嗯，对，肉也是挺嫩的哦。嗯，因为它这个鸡肉啊是用那个鹿野鸡，然后这个道口烧鸡它的制作是比较搞纲，它就是要先腌完之后再炸，炸完之后再卤，就是它的工序很多，对，所以它才会这么香，因为好像有点五香的味道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很温和。好，各位，那接下来我们准备往我们的煮锅，今年最期待的龙虾鲍鱼生蚝锅了。对，我们来开锅。好，各位，我们直接请小蔡来逐一帮我们放下去。好哦，开锅了。哇哦，哇，这个猪肉看起来品质很好、嗯，它的颜色有没有？然后这个肥瘦比例。哇，这个看起来超赞的啦！我看来被改干杯酒好不会。我帮你下料是要加10%服务费。好，我来放虾，然后再来放这个、哦、超赞的鲍鱼。鲍鱼，而且它这个鲍鱼是没有包冰的哦，各位。各位无包冰啊，你甲看偌大粒，伊偌大粒。下落煮。都是偌大粒啦。对，无咧揪的哈。小蔡马上要。就第二届好不会啊，第二届好不会啊。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像你外面现在要吃这个龙虾，这么实在的，很不好找、啊。10,000块以下的。对对对对对、哦，尤其像我朋友哦，就在问说我们今年的那个年菜什么时候要推。对。哦，有很多观众在问啊，然后他说今年啊，物价涨成那个样子哦，他觉得他外面的年菜他不太敢买。会缩水，一定会缩的超严重的、嗯。对，不过我们邓师傅这个年菜是不会缩水，它都是一向都是图文相符。对，它的图文相符。真的，下来吧。哦，哦，哦，水啦，水啦，等下就会使吃。哦，而且我们现在用这个汤啊，我们只有用煮锅的汤，然后再用一包番茄的那个汤底。我们还有一包还没有用。对，汤绝对会够。大家不用担心，然后小蔡一直在下生蚝。
哇，这个实在是哦，各位，这太棒了哦！这你唔知要食啥啦哦，大哥我们知要食这個。对，这个哦，你一年的辛劳，你就是要吃这个哦，吃了这个你就无怨无悔。感觉你的龙虾没地方摆了，对啊，碗太小了。哦，这个汤头很浓郁哦，很浓郁，超赞的。因为它这个，我觉得这个番茄汤底也是比较特殊的年菜哦。对对对，一般我觉得我们传统年菜吃不到。对，我感觉你好像在准备要吃龙虾。因为我现 在你的架势已经，各位，我现在在研究我要从哪里下手。我帮你把它请出来。哦好。嗯，好鲜哦。鲜哈、哦。嗯。哦，那个好细致，好好吃哦。对啊。哇，小菜也要来吃、啊、你刚才就已经在吃了。我一直在挖它的肉、哦、对都没有停过。小菜来吃这一块。哇，小菜你学坏了哦。哇，它好弹哦，口感好好哦。哦，好吃。我要吃吃三倍。我觉得这个比佛跳墙都好吃。你说的好吃哦。嗯，哎、欸，我们还有安菇桂跟雪梨炖银耳都还没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，但是各位，我觉得我已经快吃饱了。嗯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桌啊，就是我们这年菜的话，大概8到10人 ，OK。那、啊、你知道大家可以再炒一些啊，你想要吃的青菜啊。青菜，对。哦、啊，如果说想要吃有一个饭类的话，你也可以弄买那个什么米糕啊，邓师傅也有那个鲍鱼荷叶饭那一种哦，然后你可以准备那一种。我感觉各位你们煮食店吃就罢。其实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只给你。哦，各位，你看，大家看到吗？好可爱的安菇。嗯。哦，我觉得它这个安菇啊，嗯，这样小小一个很好。其实大家在吃大餐之后，你后面的甜点、嗯、少少的、嗯，少少的，小小的，对，安尼真多好。嗯。嗯，它的外皮很 Q 哦。嗯，它里面的那个红豆馅啊。嗯。不会太甜，对，吃起来不会腻口，对，不会腻口。嗯，我觉得这搭配蛮刚好的。嗯，而且它这个哈、哦，龟皮吗？龟皮吗？安菇桂，安菇桂的皮，很 Q。我觉得这样吃起来搭起来蛮刚好的。过年这年菜就叫安菇桂，那红红的啊，就是也是喜庆，喜庆。对啊，好哦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吃，我们来吃这个甜汤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吃甜汤。嗯。哎、欸，你看它这个很有胶质啊，就是它是稠稠的哦。对，这是非常真材实料的。嗯，我觉得它这个功夫甜点真的是很厉害。嗯，嗯，它是那种清甜，因为它是冰糖的，就是不是那种会死甜的味道，不会哦。哦，干妈，那那年菜讲起来，这个做最后的那个最后一道菜，这样吃起来还蛮爽口的，很爽口。而且我觉得邓师傅他每一道那个甜品啊，都非常的好吃跟爽口。雪梨，大家一定有机会要吃一吃。嗯，好，各位，那我们今天哈、哦、已经把八道年菜全部都开完了。哦，那今年八道年菜的这个年菜组合价格都不用破万。嗯，好、哦，这个只要8888。嗯，啊，今年的这个组合就是要让大家发发发发。对，哎、欸，这个数字好哎、欸。对，这个数字非常的好。8888哦。而且跟各位讲哈，整个就只有限量1000组、嗯，各位只有1000组哦。要买这个年菜的朋友，你动作要快，嗯，哦，卖完就不会再补了。而且这个是我们频道才有的组合，像你不要去人家门市说你要买这个组合，没有这种优惠价格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这是我们频道的观众独家的。对。哦、而且、哦、各位，像这个年菜啊，它的这个食材啊，这些都是要精选过的一些固定，你一定要这样的一个等级跟 size。所以这个不是像人家说哦，我要加卤发多加，伊无发多，伊就是固定。我要采购这个等级的食材，就是这些量，所以卖完就是没有了。嗯哦，那我们影片拍出来的就是大家拿到的，好，完全是一模一样，一模一样，对。好，所以完全看得到真材实料，你也吃得到，就是一模一样的年菜。嗯，所以各位，要吃就要吃这啦，8888。你伫外口的餐厅，你开万外块，你嘛不一定吃得到这啦。没有，对。因为吃不着实在啦。嗯。这你唔知要吃啥，有兴趣的赶快去下面点连结。嗯。好、哦，那还是一样那句话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好，各位。
又到了我们大家最期待的地方哈、哦，就是抽奖的部分。那今年的抽奖有两种哦。小蔡先来分享第一种，就是老样子，就是你分享这支影片，然后并且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，然后我们会抽出 YouTube 的会员，还有 YouTube 的观众跟 FB 的观众。那这个组合里面呢，就是会有这个鲍鱼海皇羹，还有这个是干贝鲍鱼荷叶饭跟笋丝扣蹄膀。你若抽到，就是三件组杂等于。对。一个人摕三项等于哦，啊，总共有三个名额。对，好、哦、啊，然后第二个抽奖就是针对我们这次所有购买年菜的朋友的超级福利，嗯，就是买多少送多少，我听起来都赞了哈，都赞了。邓师傅啊，今年特别加码，从我们购买的朋友当中抽出一名，嗯，你订单里面是什么，他就是再送你一份。所以如果我是8888买两组，对，就是送你两组8888。哦，超大奖的哎！这个看谁抽到谁，一定就是爽爆了。嗯，这就是完全回馈给我，就是我们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了。对，然后这个买多少送多少的抽奖啊，嗯、会在团购结束后，隔一天两天，哦，会在邓师傅的 FB 公布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个老样子抽奖的那个三件组，好、哦，会是在我们的社群跟我们的 FB 公布。对。好，所以各位有两个地方你要去看公布哦，一个是我们原来的 FB， 一个是邓师傅的 FB， 这样。嗯，买多少就送多少呢？哦，真的是超屌的，邓师傅你好屌，要赶快去买哦。对，那这样就最后就再提醒大家了，就是要订购这个年菜的朋友，你就是要买要快。欸，只有限量1000组，大家都要动作快，卖完就没有了。嗯，有需要的赶快去点链接。那就这样子喽。好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哦。要抽奖的记得哦。对呀。好 ，OK。好，我们下次影片见了。嗯，就大家买年菜，开心吃年菜，开心吃年菜。拜拜。拜拜。哦，这三件谁要带回去？赶快在下面留言哦。赶快留言哦。哎，有饭哎，有羹哎，还有。蹄膀哎，邓师傅最有名的蹄膀，这个是超好吃的啊！对对 对, 对，这我百吃不腻，每年都一定要买来吃的。对，赶快把影片分享出去哦，卡班的 TV 哦，好紧的，得当讲年菜哦，耶、yeah! ，赞！哎，我们这也是很大奖啊，三件组哎呢。对啊，超级赞的。对啊，这桌上哎，哇，幸运的大家的。好。